今天做一个好吃的家常菜，麻辣豆腐猪血。如果你平时找不到新花样做菜，记得来我这边找灵感。主页1000多道详细美食，学到就是赚到。锅中把水烧开，下去烫一下，再次煮开的时候捞起来沥干水。锅中煸香五花肉末。教做菜，我可是认真的，想得到您的爱心支持，不知道方便吗？锅中下葱姜蒜末煸香，炒菜下料有先后顺序，你可要看清楚了。加干花椒、干辣椒，记得用中小火煸，这样才会出味道，也不会糊掉。下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可以增加咸味，也可以让菜肴色泽红润。炒香后下清水，少下点盐、生抽、白糖提鲜，主料下去烧5分钟，全程保持中火，不要用力铲它。玉米淀粉兑水勾芡汁，让汤汁更浓稠，大火收汁即可出锅装盘。如果你想学会更多家常美食，记得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收藏，说不定哪天真用得上。抖音